白羊座的男生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呢？桃子来告诉你，白羊座的男生比较喜欢长得漂亮的女生，因为白羊座男生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注重外表的人，所以如果一个女生长相不错的话，那么白羊座的男生就很容易产生好感，甚至会开始各种与她们搭讪。白羊座的男生非常喜欢颜值特别高的女生，他们在现实当中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，所以在生活当中，白羊座一定不会和那些长相一般的人聊天，这种女生会让白羊座的男生没有任何聊天的欲望，他们只喜欢合眼缘的人。白羊座的男生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，所以在爱情当中，他们也非常喜欢比较活泼外向的女孩子，当然了，最重要的还是要合眼缘。